好，请看下面，勤修我皆解以愿。这个愿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一切众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修行诸多的功德，把这些功德以至诚心发愿啊，回向往生西方净土，那么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会以西方圣众啊前来啊现前，围绕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接引他往生。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我们要注意，勤修是有一个非常精勤的修行。这里尤其有一个特点是发菩提心，这一点我们要重视了。这个观经后面谈三辈往生都谈发菩提心问题，十九愿也谈发菩提心问题。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度众生的心。菩提心是未来成佛的种子。在大乘通途佛法，菩提心愿就以四弘誓愿作为一个总纲。但发菩提心应该怎么发？醒安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谈到八种心相菩提心心相：正、邪、真、伪、大小、圆偏。我们先鉴别，不要发邪伪小偏，而要发正。怎么发的正？就是不是求名闻利养，不是求五欲六尘的感官的快乐，你发的心是为了了生脱死，成就菩提，这样你的发心就正。怎么叫真呢？对吧？你是心心念念都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在你的念头当中占主导，而且闻成佛长远，不生退却之心，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之心。如登高山，一定要登到山顶；如上高塔，一定要到塔尖。这你发的心才叫真，而且要这个心要发的大，运心广大，是个气源整个法界，众生界尽，我这个愿方尽，菩提道果成就，我的愿方成就，要把心量打开，这个心呢还要发的圆。圆就是要有点般若的空慧，自信是众生，是故愿度脱；自信是佛道，故愿成就。所以一切佛、一切众生都离不开现前一念之心，这样就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证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类似于《金刚经》说的，一个菩萨发心度尽所有的众生，但无一众生可度，虽无一众生可度，而终日自然的度生。要有无四相的空慧，又有修一些善法的愿心愿行，这样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通途佛法是很注重发菩提心的，菩提心不发，修一切善法都是魔业。那对于净土宗来说，我们跟这个菩提心的内涵有它
相同的地方，有它方便的地方。比如谭暖大师对这个发菩提心有一个诠释，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愿度众生心就是摄受众生往生佛净土之心。而于是第三句就把这个通途的菩提心跟净土法门挂上了钩了。善导大师也在注解菩提心的时候，观音的九品往生那个上品下生，就是由于他深信因果，不绑大乘，唯发无上道心，他只是发菩提心，以这个发心的功德回向，他能得到上品下生。于是怎么理解这个但发无上道心？无上道心怎么发？善导大师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下手之处，就是你从这个娑婆世界的苦观照开始，唯发一念厌苦，厌娑婆世界的苦，乐生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到极乐世界快速圆满菩萨大悲愿行，再回到生死苦海普度众生。你能从厌苦心净证无生法忍，再回来度众生，你满足这几个条件，就是发了菩提心了。这个偶一大师所谈到的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就是真实不虚了。那这里从感应之道来看，阿弥陀佛呢，他从发愿到圆成他大愿的过程，都是他菩提心的一个展开呀，乃至于六字洪名也是他菩提心的结晶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发菩提心呢。菩提心是成佛的心呢，我们念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呢。如果你这个内涵没有，你念佛是求人天福报，那你肯定不能往生了。那么发了菩提心，就会由这个菩提心愿引导他的修行。这里谈修足功德，说明阿弥陀佛的大愿也是圆摄一切法门，这足多的功德也就包括着戒定慧呀、三学呀，包含着六度啊，包含着十大愿王啊，包含着净业三福啊，这些内容在里面。发菩提心修足功德，这一愿其实属披的根基不低呀。我们看我们一些祖师大德们，大概是符合这个条件了。偶一大师一出家，自己发了48愿，那48愿就是他菩提心的表示。修足功德是每个祖师有每个祖师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这个慧远大师，他就以护法作为他修足功德的内容。只要天竺国西域来了三藏法师，赶紧请他翻译这个经典那个经典，这个对各宗各派都是扶持。那善导大师是以造佛像，农民大佛，这个卢舍那佛是善导大师监制的，写经画净土变作为他修足功德的内容。那有名延寿大师就更是修行足多的功德，修行108佛事万善同归庄严净土也就是
印光大师他也不是说就光念佛什么都不管的，你看他原来在法语寺就在闭关状态时候都很关注外面的情况，只要高鹤年一去他就要问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尤其哪个地方有灾了赶紧去赈灾哪个地方经书不够他就成立红化社那么多的经书都是他老人家校对排版出来的然后信中那么多信他每天回信回到晚上深夜这些都是修足功德的内容这不是随便说什么都不干的所以我们说净土法门整个的佛法你要被社会所承认你还是要做些功德事包括你建寺院修行你造佛像让大家来顶礼种善根有机缘也需要做一做这修足功德那修足功德呢要回归到净土要以至诚心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保任一件事这个事很重要就是临终接引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这对于我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要知道临命终时生死关头如果靠自己修行自己修行的功夫很难得力甚至整个的就被业力牵着走你就一生没有修行造孽的众生全且不论就是那些很有修行的人道心很坚固的人如果临命终时他的烦恼习气还没有完全除尽仍然要随他业力牵引去轮回所以我们看那些转生的这些大修行人五祖师界禅师转生为苏东坡海因信长老转生为朱房玉家的女儿夏天竺寺的严守座转生为王师鹏王师鹏也就是考取了状元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在民间他有一个说法说谁家要求儿子他们就会告诉一个秘诀说你就到各个寺院去供养那些老和尚如果这些老和尚呢对你不感兴趣你也就算了如果你对他很恭敬给了丰厚的供养你们关系很亲密你要加强加固那这个老和尚就会到你家来投身一般来说是屡试不爽为什么这些老禅师们如果他不往生净土他肯定有后由嘛有后由他接受了大师祖的供养一般又有感恩之心嘛这一感恩就不过去了嘛这个海印信这是一个大修行人为什么到朱房玉家朱房玉就是他的大护法然后朱房玉的房玉的那个夫人生产的时候就明显的看到海信印进了房子里面生下的是一个女婴女孩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全杭州的人都知道呢就传得沸沸扬扬这个圆照本禅师还特意去看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到这个满月的时候圆照本禅师就到朱房玉家去看这个小女孩朱房玉的那个夫人把这个小女孩这个抱出来这个小女婴一看圆照本禅师就微笑这个圆照本禅师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对他
这个说了句话，海印信长老，你错了啊！当头一棒，这个小女孩就哇的下哭了一声，就断气了。这一断气又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为什么有名延寿大师要做禅净寺的要剪呢？那真是有禅无净土啊，时人久出路啊，因境落现前，撇耳随他去啊。所以知道在这个生死关头靠自力很难脱离三界，我们才知道仰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临终结引是何等的重要啊。这一愿也发的是非常慈悲，也非常周到啊。没有临终接引啊，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地方，在西面啊，但地方很远，有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其实你就指出了方向，要我们自己去，我们也很麻烦呐。我们这个神识一离开身体，到哪去啊？飘飘荡荡啊。那就滑到中阴身阶段，你还能做主宰吗？这生死关头为什么难以把控？就是第六意识就不起作用了。前六识都进入死亡的过程了。为什么临终的人，你就是家庭眷属，在他面前他都认不出来？认出来是第六识的辨识能力，辨识能力它消失了。消失了，但是神识还没有最后离体。第六识原来在掌控局面的时候，就等于这个国家有一个国王在掌控局面，天下比较有秩序。结果忽然这个国王不在了，不在呢，这些乱臣贼子、贼子啊，就开始起来作乱了。这类似于无量劫的业力种子翻卷起来了。你控制不了了，那就是随哪个孽，当下你的心最重，就跟着去。啊，这里啊很麻烦的事情了。所以为什么轮回不休啊？就是没有他力的结引呢。所以持久愿在告诉我们，这个临终结引，我们就放心了。就不会有中阴身了，是阿弥陀佛拿着莲台，有时是观音世子拿着莲台过来，然后念佛人的神识，因为阿弥陀佛现前，他就放光，或者手上放光，或者眉间放光，然后这个光就有摄取之力，摄取这个行人的这个神识，就到了莲台里面，这样莲台就闭合。一闭合呢，就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进了这个莲台里面，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因为这时候这个境界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了，已经不是三界轮回的这个情形了。这时候你说冤亲债主来了，他也无可奈何，你到莲台去了。现在很多人也担心临终的时候冤亲债主很多呀，很害怕呀。也确实地藏经也告诉我们，临终的时候多有那些冤亲债主化作你的亲人乍轻含笑引你到三恶道里面去，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净土法门超越了这种情况，因为你信愿念佛，临终是感得阿弥陀佛现前了。阿弥陀佛一来，观音世子圣众前来，盛大的场面，光明之盛，所有的冤亲债主都靠近不了。啊，这时候弥陀的光明就让你非常稳妥，随佛往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临终感应道交的局面。那有人就问呢，
这个十方世界有很多的人都在念佛，那阿弥陀佛都会去接引，他老人家忙得过来吗？啊，这里面不要用我们的知见去考量净土法门的接引了。你看世间的月亮，月亮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江河、溪流、湖泊都能引现那轮月亮。甚至你百千亿人看那个月亮，好像那个月亮就面对自己。而且你朝东南西北走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月亮跟着你走。你朝北面的人觉得月亮跟着你往北面走，你往南面走呢，月亮跟着你往南面走。但是是不是有很多月亮呢？它就不是一个月亮吗？一个月亮能映在万川，那阿弥陀佛都断尽一切烦恼，证到了法报化三身所有的功德，月亮都有这个神妙，阿弥陀佛就更有这种神妙啊！不是说他今这一家有人往生，他跑到这一家，那一家跑到那一家，他就所有的念佛人的面前，阿弥陀佛自然的显现，这是法尔自然的显现。这个显现就是感应道交的产物。你信愿持名为能感，阿弥陀佛临终接引为所因，你水清就约现。那你看不到佛现前，是你的水很浑浊，或者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水，你的这个信愿心没有，你就没有这个水。你持名功夫不深，你的水就比较浑，虽然阿弥陀佛现前，你还是看不大清楚，有时候只能看到莲花。所以这个临终接引的感应，在我们这些古往今来的往生者里面多有表达。你看慧远大师，他临终就见阿弥陀佛了，那见到的佛都很广大身满虚空阿弥陀佛放的圆光当中还有很多的化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势力左右。这阿弥陀佛就告诉慧远大师说，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天当生我国。你看这就是以本愿力，这个本愿力具体就体现在十九愿。由于你一生在这里修念佛三昧，我现在给你一个往生的安慰你七天之后就可以到我的刹土里面来。临终阿弥陀佛接引，也就是我们现在搞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这个一切众生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候，身心都很衰竭，今生的孽和多生多劫的孽都在算总账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时候。所以濒临死亡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死亡的过程也是很复杂的。所以一般的业力众生死亡这一关都过得很艰难，很痛苦，甚至很恐惧，很惨烈。净土法门，你看他一生念佛临终随佛往生，他就很自在往生叫文成印坏，就是你现前一念在念佛，阿弥陀佛现前，这就等于极乐世界的文成就了。那这个印就是我们的涅槃身，终结的当下我们法身慧命的胆身就起来了。文成印化是在当下，
计时不割时的。那这个文成印画是一个比喻，原来说那个印纸啊是用蜡做的，那你要在这个泥上要印出这个印章，就把这个印章全都压下去，那个蜡呢就形成了那么一个纹路，那个蜡柱的那个印就没有了，但那个纹显现了。这就类似于铸造佛像用蜡模铸造，你做那个蜡模，然后铸造的时候这个蜡消融了，没有蜡了，然后这个佛像成了啊。所以这个莲花脱脂说明不需要经过中阴身，但现在报道的很多濒临死亡的体验，它都类似于中阴身阶段。中阴身阶段一般是回不来的，但是北迁万分之一二可能又回来了。他会讲述他在那个临终就是神识出体之后，怎么先是看的是一团黑暗，然后慢慢的又有一个光亮，又一个隧道，如何从隧道里面穿过去，这个以后又看到了一些光台之类的，有些跟他熟悉的人怎么对话。一般濒临死亡体验自古以来都有，大概的程序都还是差不多的，说明就有神识，不是断灭见，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物质现象断气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是有轮回的，轮回就是这个神识，但神识又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性的东西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它是一个相似相续的状态能够传载你的业力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东林大佛的这个形象就是塑造成结隐佛的样子，也是跟这个十九愿有相关之处。阿弥陀佛结隐，他怎么结隐当他伸出左手是来拔救这个右手拿着莲台是来安立神识，而且这种站立的姿态就是一种主动来拯救的慈悲如果坐着呢怕时间来不及耽误时间，只有站着所以这个结隐佛这种慈悲的动态的主动的这种形象，就让我等众生能够有安心，有依靠，就能接纳这个慈悲，就能够对这个结隐像产生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和接受这种深重的慈悲。正因为阿弥陀佛临终来结隐，我等众生无量劫以来出离轮回的这个真上缘就获得了我们不要错过这么一个大好机缘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